我是欢迎到我们托米卡的67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大家熟悉的鬼灭之刃。我这次是炭治郎画的，而且车辆本身是托米卡86的。这里有个炭治郎图案。我觉得可以先吧。那个图案代表炭治郎，这里还要写一个Toyota。那是可以开门的。然后这是有一个灭，就是他的队服后面的字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托米卡炭治郎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